那我们的郑先生大师就用这个特别的机会来跟副总统报告一下，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可以拿到了前三名呢？因为我们做的产学合作跟台南部下分子实验室做的 DNA 的鉴定，我们是多多是全环比，适合在台湾生产出全世界最高品质的抑制，那这个就是我们阿里山要打赢的事，因为我们的条件比人家好太多了，全世界只有阿里山。我现在有想到一个孩子，我曾经参加过家福中心的活动，那这个家福孩子，这个家福孩子，他的助云品啊，然后他获奖是因为他的课外武术表演得到县级的冠军啊，那所以家福中心就颁奖给他，家福中心颁奖的典礼有邀请我去颁奖。那我就听这个小孩子的梦想，他长得还蛮高大的，他没有往体育，也没有往武术，也没有往学业上面去发展，他想说他未来要往咖啡这个领域发展，他说他想要开一个咖啡店。那我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在了解咖啡？他说还没有。那如果今天的话，我们各位青龙种植咖啡这么有成就，你们的成功也提供了家族中心这个小孩子未来能够实现梦想的机会啊！所以这个福生，我要拜托你啊，我来介绍这个小孩子到你那边去看一看。